圣上今次呢项赈灾工作简直系前无古人后无来者，有边个会谂到旱灾时候可以叫啲百姓去食肉啊？皇上简直系突破万抢啊！啊，崔大人你擦鞋就擦得几好啦，但系乜嘢系突破万抢呢？嗱，呢个就系我成为皇上身边大红人嘅原因啦。我早叫你落民间学习潮语嘅啦。突破万抢乃系突破万点嘅变体，系源于洋人嘅小说《福尔摩斯》主角神探福尔摩斯对助手华生经常讲嘅口头禅：华生，你突破万点了，意思系灵机一触，解决问题症结，突破思维嘅万点。哦，原来如此。咁崔大人啊，当旱灾时皇上叫百姓去食肉，我哋可以？皇上，你突破万抢了，我当你擦鞋擦到名利双收，鱼与熊掌兼得，我哋可以？朋友，你突破熊掌了，我端午节嘅龙舟比赛进展得太过激烈，佢哋会？师傅，你划破船桨了，当郑和下完西洋，佢会？三宝，你渡过南洋了，当你喺街度见到光头佬，你又可以？施主，你做过和尚了。唉，崔大人，你可知道我家小妾同朱大人走咗佬啊？朋友，你别要回想了。哎呀！